二小姐。小姐，我都知道了，知道何事，扶桑国的事，是你调的包，对吗？是我做的，跟大小姐无关。事到如今了，你还要骗我吗？是我做的。大姐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事，自己不清楚吗？我做了什么事让大姐这么怨恨我？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。你与太子有婚约在先，又与晋王来往频繁，你这样两个人都想放手，是不是有些太贪心了？原来，大姐竟然是这样看我的，你又如何看你？你要我对你感恩戴德吗？看你抢走原本属于我的太子妃，看你不费力气可以俘虏我倾心多年太子的心，还是感恩你明明和太子结了婚约，还频频与他来往，让他始终无法对你断了念头？是你误会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你讲太子。我也一直希望太子殿下能够看到姐姐的好。扶桑国一事，我既然已经做出，便不后悔。你大可以去告诉爹爹和太子。大姐多年来一直照顾我，让着我，相信你是一时糊涂，我不会说出去。你若是喜欢太子，就光明正大的告诉他，堂堂正正的去争取，而不是在背地里做这些小动作。若是再有下一次，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